哇，这个小朋友真会玩。你看，他们玩得多开心啊！不，没，很可爱的，很皮耶。哎，很会玩。皮哦。嗯。看他很可爱。对。有拉出来了，好难得全部在这里。它应该也是在等食物。是哦，那我来照一次喂。他们喂食的时间就很固定了，他们时间差不多，嗯，时间很固定，嗯，对，他就在这边喂啊，嗯，还会下去捞鱼。哇，反光了。这边下午很比较难拍，因为太阳。要玩了，两个玩，哎呀，你看这个藏在那里享受了。这只叫什么名字啊？对，一个好像泥桂，还有一个不知道叫什么，要问一下那个。这一只刚才从那边一直滚到这边来，前滚翻哦，它很好笑。以前宝宝在的时候，我都看他们放波波。最小的这只是泥桂吗？还是什么？奇静。哦，奇静。奇静。看着水母亲眷恋的字。他们是不是要喂食啊？他们比较晚，他们早上打掉。三点钟，不要问。不用再去养。然后那些公青青在那里仰望，其实最老就是要，然后他的家族现在最多。哎，那个的屁屁怎么毛都快掉光了？对啊，他们就很奇怪。被毛被拔的。他们就很奇怪，会掉毛。找不到原因，那个泥会都毛掉了。对啊。